快点说，搞不好被嘉宾禁呢。买下饼干。长发飘逸，气质出众。廖老大女儿在爸爸直播中客串帮忙卖毛巾，面对镜头有点羞涩。我老伯伯吃饼干嘞。搞我老伯伯吃饼干嘞。搞我哪？搞我。在廖老大要求下，用台语推销卖毛巾做公益，女儿超高颜值立刻引起网友暴动。平时在赛车场上叱咤风云的廖老大，说起女儿也是满脸笑容。她是比较文静的啦，她比较文静的，跟她想可能当音乐老师啊，或者是画画老师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廖老大女儿廖云今年20岁，就读英文系，很有绘画天分，甜美外形虏获大批粉丝。但网友也发现，受到廖老大邀约要驾驶大龟号出赛的知名赛车手郭国信，同样有个正妹女儿。面对镜头展露甜美笑容，她就是郭国信的女儿郭郭，今年24岁，毕业后经营网拍事业，如今也闯出一片天。她目前是没有男朋友，是跟我说她要把她的事业好好的拼一下了。女儿超高颜值吸引不少追求者，但郭国信表示，想和她女儿交往，得先过她这关。蛮多人的啦，说要追她啦，叫我岳父啦。我是说，你要跑得赢我，才可以做得女婿吧。可是要跑得赢我，真的是没几位啦。你们要加油啊，好不好？爱女亲切，开出严苛条件，两位知名赛车界人物女儿都有高颜值，也意外成为焦点。阿娘喂，头家又来直播啊，紧的哦，救人哦。阿娘喂，你早间面筋卖无十二十条啦。安尼啊，喂！好啦，快口罩都拔起来。神秘感啊，我妹。什么？这个哦，没有药。有啊，药在里面呢。这个比较快了，这个吃马上有效。帮我试吧。这个吃马上有效。笑笑笑妹，早两手胖呀妹。安尼啊，喂，胖胖到变成安尼啦，你也看麦啦。俺们都提了喂。你别提一下，我比老大还可怜，手受伤。他们都没穿外套嘞，需要卖外套，外套1200嘛，捐多给学长，捐两百。我跟你讲啦，人客啊，人客啊，还在坐啦，你有你女儿那套哦，才不要嘞。哎，这个没有美颜，好丑。没美颜啊，没什么颜。哎呦，把你人呢要收10000啦，这是老大当副长啦。对啦，支持老大做副校长啦，校长往上做啦，一定要做公益的，公益要加减做。支持老大拉切安尼啊喂，你莫安尼写哦，虽然我安尼想，你莫安尼写出来哦。大家晚安。板娘答应买812，你刚看伊面相足晒，你是无看的啊？买812，没关系啦，直播不很丢脸，有什么丢脸啊？大声点，安尼啊喂，安尼啊喂，你要变嘉宾金嘞，嘉宾金，人客啊，人客啊，还在坐啦，还在坐，好等的啊，你足久无来呢，来快。这里没有姓王的，有啦！哎呦，破万了，要修哦！叫岳父，你卡高，你卡高，唔惊我甲你供灯，还要叫我早囝哟！哦，我过来，我叫早囝来面筋啦，稍等下。啊，你要跑早囝，你脚骨还有够用嘞！你跑早囝，脚骨还有供灯嘞！你脚骨够用了无？来，妹妹来爸爸直播一下。啊娘，我张工一面才卖20条尔嘞！你无我骗你，我叫早囝来安尼，没关系啦。直播不很丢脸，有什么丢脸啊？做慈善，爸爸买一下毛巾做慈善。哎呀、啊，你说毛巾250捐50块啦。毛巾250捐50块。啊，你看着镜头啦，给徐院长啊。好。啊，讲啊，给徐院长啊。给徐院长，很尴尬。讲买毛巾不会尴尬啦。帮我爸买毛巾，这样说，帮我爸买毛巾啦。爸爸买一下毛巾250。嗯，我爸爸很可怜，卖毛巾都卖不掉。我爸爸可怜，卖毛巾都卖不掉。讲台语跟爸爸这样讲，安尼啊，我立马买一个面巾嘞。啊，两位嘛买一个面巾嘞，较大声的啦，快点！有人买啦？有没有买？有吧？你跟他说你不要随便call嘞，你跟他说你有真的买假的买？他问你是真的买还是假的买？啊哦，他说妹妹可怜，妹妹可怜吗？不会啦，啊你啊喂，这早给我开出点钱好不？啊，免出来帮老伯伯夹毛巾的哦，快点说，搞老伯伯夹面巾嘞，买下面巾，讲台语啊，搞老伯伯夹面巾嘞，搞阮老伯伯夹面巾。甲阮老爸买食面筋嘞，甲阮老爸买食面筋嘞，感恩啊，感恩，大声点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，安尼啊喂，快点啦，哦，大声点，安尼啊喂，安尼啊喂，你要买食面筋嘞，买食面筋嘞，人客啊，人客啊，还在坐啦，还在坐，哎呦，破万了，要修哦，好等的啊，你足久无来呢，来快，这里也没有姓黄的，这里没有姓黄的，有啦。
啊，后来我就当了啦，就当了啦，周哥哥了，来，那有没有姓王有什么差别吗？你就都叫你的，你管他干什么？来啦，快点啦，你赶快讲一讲，赶快上去睡觉了。你们要上学吗？有。哦，当然呀，你足久无来啊嘞，赶快捧你一只面巾的啦，感恩啊！来来来，讲完就走了，走了。哦，当然，足久无来，感恩吧，捧你一只面巾的。啊，感恩啊！你也无讲啊？感恩啊！安尼啊喂，你重来重来重来。王当的，我再讲一次，王当的啊，你足久无来啊嘞，啊嘛讲捧着一个要吃面筋嘞，我捧着一个要吃面筋嘞，感恩啊，感恩啊，王当的足久无来啊嘞，跟阮爸捧着吃面筋嘞，感恩嘞，安尼啊喂 ，OK， 安尼啊喂，办几个明仔再搁卖二十条，你就惨啊，叫岳父你卡到，你卡到，唔惊我甲你讲断。